Hello， 宝宝们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抖音同款的网红亲子款兔兔帽，大人小孩都可以戴，面料升级不掉毛，更细腻更柔软，在帽子的两边各有一个气囊，只要捏动一下气囊，对应的耳朵就会竖起来。兔兔帽爪子部位设有气囊和亮灯开关，开关处均有塑料保险片，抓住开关部位，取出塑料保险片，将其撕掉，即可使用开关调节亮灯。本款亲子兔兔帽小巧方便易携带，柔软舒适，亲肤保暖，让您和您的孩子随时随地成为人群焦点。喜欢的亲，赶紧下单吧。